哎，我怎么带重刃？我电，哎呦，欢迎来，我电刑呢？没事，这把玩一把重刃皇子，我们钻研一套新打法。和我并肩作战吧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。W 减速结，然后快速 A3下，完美耗血。这把来一把重刃暴躁纹啊！战斗之心。我们 E 的攻速加重刃的攻速，别人 A 一刀我们可以 A 两刀，他 A 两刀我们四刀就打出来，多两刀的伤害。打劫可以一级学个 W。为了父王，这边留个保护眼了。把他压缩经验区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不想吃，嗯。别吃。哦、好亏着不把药磕了，别吃别吃，德玛西亚勇士长存，这线得直接推进去了，不然打野待会要来了。保护中粮，去下游一下嘛。这兵线进塔了。留了一个E，哎，这红人快速 A3下很完美啊！别让他 Q 的，他没蓝，他死了。他估计想来飙我们一枪。直接 EQ 出门嘛，补点刀再回家买装备，不用补满状态，这样的话还可以吃到两个兵，补满状态这兵就没了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好，推完这波线，我们再回家补状态，下波出来就不会亏兵。这时候再回家补状态就好了，主要不会被卡等级啊。这时候再回家补状态，一个兵啊，还是游走亏等级了，我操！我这不把线推到塔里面去都亏等级了。在下待太久，没点了，这会儿又落等级，没必要打对线了。截去哪？哎，我等级好像又压回来了，他还没补线，我又多吃了一个眼，
一个眼等于多一个兵的经验，那加上他本来亏的一波兵，他反而等级被我反超了，而且我点蓝快好了，他把 W 还开了。这要不要 W 补车？我一下，我要，然后 A 兵真六他死了，到你要来了。你妈扭不了，感觉就差个电信，还没电信打的还是有点难受的。一个结交闪，没这个电信，这个恶意重伤伤害都变低了啊。你先不要过来，那就拖嘛。他两波先进塔，那边拖，那边耗，他有大在，主要是他这波，我没二的。为了父王。他买鞋的，大叔都毙了，没必要打了。他这波没闪，有大，等他 W 交了就可以杀他了。他这 W 捏的就是不给，他在塔下一个 W 就回去了。然后我感觉豹女在后面，其实这波可以杀他了。这豹女可能在，算了，不杀了，感觉风险有点高。他在故意骗我，他的站位太明显了。这波风险评估一下有点高啊，从后面出来了，上路也不见了，主要是。对呀。可以杀他，但是没必要，他很稳现在。这六王还没露头，露头了现在，先控一下。不行，我这个血量再耗，他反而能杀我。这卡现在掉了太多血了，你在被耗了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我不跟他打，这兵不要，我想买新手。
他怎么回家没有神话的？去游走。方休。阿吉给他扑过来，让除奸邪，杰快要来了。他没二了，不怕他。主要是还差点点钱，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，买个提亚马特快速推线。俄马西亚永世长存。直接推线让他回来，这种时候对线期已经结束了，还行，我们一线塔上路吃了，这边中野在下，他们可能要打龙。快速推线让他回来，他要是游走他就得亏，亏这个兵跟塔。八级暴女又是他，先把塔推了。妈的就还行行行，我还想说就差这个电刑这点伤害的，换了就没事了。是吧，这边脆皮比较多，买个西兰刀刚好弥补一下我们差那点伤害，顺便把缺粮的问题给他解决了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这个杰对待打不过我的。不来的话这二塔没了，突击队伍直接 Q 走。有人要过来助营，来直接杀拉克斯，一颗血来给他秒。
也都有赏金了，兄弟。三 AD， 先来个布甲吧。啊，我也不想这个乌鸦来我中啊，感觉没啥用的。副作用跟昨天那把的乌鸦一模一样。啥事不干，过来吃你兵分你经验，然后被对面杀。把钱一出，二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用打出来再一出挑夫，别发了我，快杀完了。拉克斯估计在，不然我要反向一 Q 他们。保护忠良，把龙收一下。我的意志，怎么感觉下半区没有人呢？这个鱼在带上。打完龙再避吧。并肩作战吧。就是力战而亡。好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我把厄塔拆完，刚好大龙刷了。攘除奸邪，这时候把塔拆了，他们有人要来守塔了，我们再回中路支援。去啊！别去大龙就行了，要你们，我接着上高地了，这样子。打啊，想啥呢？我杀个三个都全杀完了，这拉克斯又手下等于死了四个，这样
不玩推卸再买这个吧。主要我当那一路我稳杀对面，对，可以拉拢，这打法是最稳。他们一 v 二来两个我都可以杀，现在。哎，红 buff 可以回点血了。与你团，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换一条路带吧，我们带一条路，另外一条路一定要有资源啊！这个小龙还有一分半要刷了，所以我们就带上，这样队友待会可以拿龙去。不出黑切的话，瑞文这个装备。等一下不好杀他，帮我拖一下就可以了。中路一个，下路一个，中路两个，下路一个，那来两个我随便杀。好像杰也回来，那我直接破两路赚了。就一个瑞文吗？那瑞文我回去杀他了，包下也可以。其实这瑞文没有 T 的，我可以包过来的。这波全包掉，我在前面等他们，左右夹击。这波二先手，直接 EQ 爆你可以，看直接运营就把对面运营死了，先是一个再来团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样的话他们上路一个死了三个，我避一波吧，拉拢了。这几天如果都有看我玩中单的话，就会发现我只要一开始带龙都是我们的。这把也是我没开始带第一条龙是对面的，开始带了之后，这第二、第三条大龙全是我们的。这波可以带下，待会大龙刷，翻不上了。不是因为中单不支援，你中单给对面压力，他你推线他就一定要有人来守塔，他不守塔他就要掉塔，知道吧？这是个推塔的游戏。但是我们一 v 一随便打对面，拉扯一下，六文追过来再 Q 回去，再等 W， 他这波没盾，我有盾在他，那他死了，就他飞。直接 out， 打瑞文别急，分针他打。玩皇子就一定不能急。这瑞文打到了，他就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了，直接给他们全带没了。直接拉回来，再 Q 回去，再开盾，再 A 他。老是团队一个 EQ， 大飞死了，不会走，应该大了，咱先抱一下。EQ 给他秒。
一说这个内容伤害，好像 Q R A。还是不太需要冲，是吧？就是带错了，不然早杀起来了，对吧？没带错，起码能杀25个。有时候多拿点攻速没用，你的标准连招，你 A 一下、R 一下、A 一下、EQ 一下，那点攻速太多余了，穿插不了技能，你这攻速多了，因为你攻速低了也是那一下普攻，攻速高了也是那一下普攻。你多一下会导致你连招连不起来。带就给他们带奔了。左边拉满。